咁但係我講到恩高咧，你發現我好多時會講到神嘅關係先啊。點解咧？因為係同我哋同神嘅關係有關啊。當我哋同神嘅關係非常之順暢、輕鬆、有信心嘅時候咧，自然我哋祈禱就有能力嘅。好多時即係有啲人好似追求恩高咧，係好似同即係神嘅關係啊，係好似分開咗。即係我講有時有啲人以為係追求一種能力，其實咧係追求同神嘅關係。咁咧，我呢度係特別強調。咁我首先起初嘅部分咧，講到處理不同嘅因素影響我哋同神嘅關係，然後咧就講到點樣為人祈禱嘅呢種嘅恩膏，咁亦都會俾大家有個操練嘅機會嘅。好，咁我哋首先咧就係處理任何對於神嘅負面嘅感覺啊。咁有好多人話：我信耶穌喎，點可能對神仲有負面嘅感覺咧？咁其實咧，信耶穌一樣可以同神有一種負面嘅感覺，有啲嘢需要處理嘅。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可能有啲心中嘅埋怨啊，有啲不明白啊。咁我哋完全處理嘅時候，原相信啊，真係神咧對我哋係真係錫到窿曬嘅，係好錫我哋嘅。佢真係對我哋好好嘅。咁嘅時候咧，你祈禱嘅能力係會好唔同嘅。其實我嘅秘訣就係我每次為你祈禱嘅時候，我都係個心諗住啊，耶穌你真係好啊，你女人，即係我心裏完全輕省。但我發覺有啲人我同佢講。你多啲愛耶穌啦，感謝耶穌啦，咁佢嘅回應係乜嘢咧？啊，我覺得神嘅愛都唔係咁好啊。我諗到神咧，有時覺得，好似唔係好公平咁樣樣。即係原來有好多人咧，心中會有一啲咁樣嘅負面嘅感覺嘅。咁我哋今次咧，首先係會講到一啲處理呢啲嘅。有啲人神太嚴厲啊，即係點嚴厲咧？啊，又要做呢樣又唔準做呢樣，又乜嘢唔得，又唔好同唔信嘅人結婚，即係覺得咧好多要求啊。咁嘅時候咧，就會令到我哋咧，即係覺得好難達到神嘅要求，同埋咧，我犯咗個罪，心中有好多人咧諗翻神咧，有啲人咧佢話：哎呀，神咧唔聽嗰啲罪人嘅祈禱，我係罪人嚟喎，我有犯罪喎，就覺得咧，即係神睇到我嘅罪嘅時候，個心裏邊咧會好唔中意嘅，即係有好多人會覺得我罪太多啦咁。咁啊，其實咧，好多人嗱喺呢個情況咧，你會覺得有咩感覺嘅可能？但係你諗下上一次，當你犯咗啲罪嘅時候咧，你會覺得哎呀神啊，我真係好臭怪，真係我真係唔好敢見你，會唔會有呢種嘅感覺咧？即係我講俾大家知，我亦都咧係曾經有過啲感覺，就唔會甚至唔想祈禱嘅神啊，我真係想黑埋眼一陣，唔好諗你住，而家走去瞓下覺，走去咧游下水，或者打下波，唔好諗啊你住，即係同神咧有種逃避嘅感覺。咁但係呢個經文我一齊讀好唔好？詩篇103篇第八節。又話有憐憫有恩典，不輕易發怒，且有豐盛的慈愛，他不長久責備，也不厭烦恼。啊，都唔該，識咗呢個難字。好，嗱呢個經文咧，我哋睇好多，但係深深嘅感受同埋享受係兩件事。享受係咩意思咧？即係其實咧，我哋唔單止係感受神嘅愛，相信神嘅愛，係享受呢樣嘢係有唔同嘅喎，即係。是有分別的。咁咧，咁我講首先講一個故事先啊。呢、这個故事咧就係、我太太咧有一個朋友同佢講，佢話咧有時咧佢去旅行咧，未去之前咧佢啲籌備同埋諗住，哇！我要去邊度？我要去張家界咁啊！哇！佢啲好靚。佢諗嗰陣時咧，嗰啲興奮咧係佢嘅歡樂嘅80%。去到嘅時候咧，發覺。未去嗰時，嗰啲興奮咧仲大，可能去到有好多失望啊，或者其他嘅困難啊，呢樣嗰樣或者行嚟行去啊，咁樣又即係睇唔到想睇嘅嘢咁咯。咁咧就會覺得咧，未去之前咧就會更加享受。咁我亦都醒起一樣嘢嚇，即係以前我嘅太太曾經同我講，佢話你成日食嘢咧諗住一陣間做嘢，一食嘢咧食，一間諗住食完咧去做嘢啦。我以前係睇電視季節咧，佢曾經同我講，佢話咧有時食嘢咧，佢好似諗住一陣間要做乜嘢，都俾我一個啟發。即係原來有時我哋活在將來，點樣活在將來咧？我有時咁講，睇食睇食食，去邊度啦？去邊度啦？咁即係活在成日都到到嗰陣時咧，又點解我一陣要做完廢啲要做乜嘢啦？即係會做呢樣嘢，翻工就諗住放工，放工就諗住今晚做咩，又諗住聽日翻工啦。咁咧。即係每一個時候都諗緊將來嘅嘢，變咗咧有時食嘢咧冇擔心啲未來，
食嘢咧變咗好似喺度咧，就係食。但係食完之後咧，好似都唔記得咗食咗乜嘢。我試過咁話，我有時咧，我太太問我：你今日食咗乜嘢？咁我喺度諗一輪嘅，即係我係一個咁嘅人。我今日食乜嘢咧？咁要諗一輪嘅。即係當時嚟講咧，有時我係唔記得咗享受。咁我想講同神嘅關係嘅感覺，有時咧我哋咧，我好信神有恩惠、有恩典、有慈愛。但係我冇去活在呢種嘅愛裏面去享受，呢、这個其實係一種活在愛嘅狀態，享受神嘅愛咧，其實係更加享受生命同埋更加開心嘅。即係成日都話啊，感謝主，我喺度享受緊啲空氣，感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，我只腳仲行得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，我可以開聲感謝神，我喺心中感受喜樂，感謝神喎，我有感覺喎，有啲人失去咗感覺喎，係咪啊？你試下。開心，哈哈哈！咁嘅主，啊，我識得笑喎、啊。原來咧，即係我哋每一個時刻都可以享受嘅。呢個心態咧，其實都俾到一個好大嘅提醒。我好多時咧，信靠耶穌、跟從耶穌咧，係一種要做嘅嘢。好啦，呢、這個經文我想應用。哇、啊！原來真係有緣，我真係享受神，感謝主。雖然我咁多次犯罪，但係佢仍然憐憫我啊！會唔會咁樣諗啊？哇！我雖然犯咗罪，但係神就係憐憫我，佢有恩典。佢不輕易發怒，真係好啦。人會容易發怒，有時做錯啲嘢，好驚倒寫嘢，做錯啲咩，好驚人哋周圍話我哋。但係神咧係不輕易發怒，佢唔會咁易話我哋嘅。且有豐盛嘅慈愛，佢唔長久責備，佢唔會一路成日鬧我哋嘅。當我哋悔改嘅時候，神真係赦免，神真係悦納，真係祝福嘅，也不永遠懷怒。嗱，你睇聖經咧，即係呢度咧，俾我哋感覺佢並不是嚴厲。不過有啲人話有啲經文唔係嘅喎，佢咧即係斷不以有罪嘅為無罪喎。聖經有啲咁嘅經文喎，但係其實咧就係雖然我哋犯咗罪，神係不喜嘅，但係當我一悔改嘅時候，神即時咧係赦免嘅。所以有啲人話神好嚴厲，我哋其實當我哋喺罪中嘅嚴厲，當我一悔改嘅時候，神係好似擁抱個浪子咁樣擁抱我哋。所以咧，當我哋有覺得，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會有嘅。作為我一個牧師，作為一個聖靈充滿嘅牧師，我講俾大家知，我有時都會感覺喎。唉，今堂聖靈聚會做得唔係咁好啊，即係會有時嗰個感覺嘅話，今次領呢個聚會或者為嗰個祈禱，好似唔能夠咁做到我平時做嘅，即係有種對自己一種嘅嘆氣，即係會有時咁樣樣嘅。咁但係我嚟講咧，我都求主耶穌幫助我，唔好去睇呢樣嘢，輕輕鬆鬆。但係人總係有自責嘅，因為有冇人冇自責嘅？人總有自責喎，即係總係會有啲對自己嘅自責。但係我哋深信神其實咧係好錫我，神咧而家係祝福我、憐憫我，我哋就唔會覺得神咁嚴厲嘅。神係好嚴格嘅喎，佢嘅要求係完全達到神嘅標準。不過當我哋達到嘅時候，耶穌就真係聖。所以如果你嘅心中話：哇，神好嚴格啊，好多要求啊，我哋就話神咧係雖然佢係嚴格，但佢俾我哋力量，而跟從曬佢係最好嘅，係完全咧生命可以享受生命嘅。所以如果你心中有一種覺得神嚴厲嘅，希望大家能夠處理到。嗱，大家如果你諗到一啲問題啊，因為有呢個係一個處理生命嘅一個過程，幫助大家能夠去傾神、感謝神。如果你諗到一個問題，你話我真係唔能夠接受到神真係咁完全嘅接納我嘅，咁你可以講出嚟嘅。咁我亦都講俾大家知，我認識一啲人咧，佢時時同我講親都話：，哎呀，啲朋友冇幾多，哎呀，我又覺得神咧又唔係咁中意，我真係做唔到神要做嘅事。神咧真係咧睇到我咧會覺得咧唔係咁好。我知道有啲人係咁嘅樣嘅，即係佢時時都睇到自己缺點嘅情況。咁我唔知道大家中間有冇有啲人成日諗到神咧，真係諗到神咧，係睇到我都唔好嘅地方。我希望如果你係咁嘅情況，你話俾自己聽，嗱，你同隔離嗰個講先，神真係完全赦免你㗎，神真係咧喺耶穌嘅喺神嘅眼中咧，我哋好似耶穌咁完美嘅。你同隔離講喺神眼中咧，我哋好似耶穌咁完美嘅。嗱，想象下。我哋自己咧望住個鏡咯，望下自己，啲頭髮少啦，啲頭髮多啲啦，
哎呀，生咗幾條頭髮咧，有啲人話，或者某一樣嘢對於自己唔係咁忠實，我哋有時睇自己啦。咁咧喺聖經講到咧，佢哋咧神咧係叫我哋咧，即係以公義為圖啊，給為天上，即係神嘅眼中咧，我哋好似耶穌咁為圖，喺神嘅眼中好似新郎戴上華冠，辛苦佩戴裝飾。喺以賽亞書內一章嗰度講到咧。就講到咧，喺神嘅眼中，我哋好似新郎戴上華冠，辛苦佩戴裝飾。所以神嘅眼中咧，我哋都係非常之得到佢歡喜嘅。即係神而家望住你咧，係好歡喜嘅。嗱，而家同隔離講，你真係相信嗰個情況，神而家望住你咧，真係好中意你。即係神眼中咧，我哋好似耶穌咁偉大，因為有耶穌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要明白一點，就係神有兩個性情嘅，一個性情咧就係佢嘅慈愛，一個嘅性格。啊，慈愛性格咧係人都中意噶，點解咧？係施恩嘅，係祝福嘅，係好美麗嘅。神嘅恩典係好美麗嘅慈愛，係禮物嘅，好多禮物俾我哋嚇。神嘅創造萬物，神嘅救恩係禮物，所以好多人中意，好多人中意基督教咧，中意耶穌咁慈愛。啊！天父咁慈愛，但另一方面咧，就係好多人中意基督教原因，就係聖潔，甚至基督徒都會過。嗱，聖潔其實好靚嘅喎，天堂係冇罪嘅。你想象有一日你去到天堂，喺世上可能有啲人咧，我哋合作得唔係好愉快，即係譬如佢係信耶穌，但係你同佢一齊合作咧，好似好難咁啦。或者教會咧見到面，有時有啲人咧，好似覺得好難同佢溝通。啊，點解知你一上到天堂咧，佢會唔會都唔係好睬你咧？因為佢上到天堂，哇！你未坐啊，好開心見到你啦！即係嗰日咧，平時同你唔係咁開心相處嘅，你去天堂發覺佢一樣咁開心。點解咧？因為天堂再無罪，再無任何嘅嫌隙啊！所有任何地上面有嫌隙嘅人，全部喺天上咧已經再無啲嫌隙啦。所以天堂係冇罪，係好靚嘅。你諗下，如果天堂有啲咁多罪，有咩後果啊？佢有少少記住我以前做過啲嘢，跟住咧就唔係好想坐落去，跟住咧佢開始咧就淨係同嗰啲其他人一齊，嗰啲人就話同第啲人唔好彩啦，咁大家就會分房。如果咁嘅時候，天堂咪好恐怖啊，越嚟越恐怖。但係我哋感謝神，天堂係冇罪，冇罪係好靚嘅。如果有啲咁多罪係好恐怖嘅，我哋發覺人嘅宗教咧，譬如睇封神榜咧，哇嗰啲神咧。會做埋啲好古靈精怪嘢嘅，即係好多唔好嘢，好似人一樣咁樣嘅。咁啊，譬如就算《西遊記》啊，講到呢個好多人拜嘅孫悟空咧，孫悟空咧又去偷呢個神寶啊，呢個天上呢個龍寶，即係佢哋嘅所謂嘅神咧，都係會做一啲唔好嘅嘢。人咧就中意神咧就係點咧？人有咩罪？緊要嘅人緊要嘅，但係神咧要我哋悔改，真神要我哋悔改，好多人就唔中意呢樣嘢。所以要求人神咧係聖潔，所以要求人聖潔。所以好多人中意，但我想問大家，你中唔中意神嘅聖潔咧？中意。中意。但係當神要求你聖潔嗰陣時候，你中唔中意咧？中意。中意。應該係中意嘅。不過如果你喺度嘈嘈聲嬲個人，或者有個人佢好想同一個未信耶穌嘅人結婚，你勸佢唔好啊，你唔好同佢結婚啊。但係佢嘅心好中意嘅時候，我唔知大家有冇呢種嘅感覺，呢種嘅經歷啊？你發覺好難劝服佢，好難劝服佢，叫佢行神嘅路係好難。有啲人覺得，哇！信耶穌咁難噶，想耶穌上天堂好好啊，不過信耶穌唔好同唔信嘅人拍拖，同埋唔好同佢結婚，哇！好難做到係咪？有時有啲人就因為呢個緣故，所以對神嘅要求咧有一種負面嘅感覺。但係神嘅呢種嘅要求，如果你去跟從，有啲人好難跟從。但係當我哋跟從嘅時候，你諗下喺屋企會點樣啊？好開心啊！如果你成日都對對方好嘅，我同我太太咧，時時都彼此相愛啦，講欣賞嘅説話、鼓勵嘅説話啦。咁我今日離開佢又去做佢嘅嘢，我喺呢度聚會啦。佢今日成日都係忙碌緊，但係咧我哋會傳訊息啦，會打電話啦，會溝通啦。雖然今晚我哋都會見到面，但我都有好多愛嘅傳達。即係當我哋諗嘅關係，佢會好享受啊！係應該係，但係好多人咧，你話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向你嘅老公啊？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向你嘅老公老婆發脾氣啊？
佢話幾難啊！我見到佢話已經問咗啦，即係我哋有時咧就會好難追求，所以好多人對神有一種嘅負面感覺。但係我哋自己話俾自己聽，神嘅聖潔啊！我哋一齊聽我説過，神嘅聖潔好美麗。神嘅聖潔好美麗。當我跟從神嘅聖潔，我嘅家庭變得好美麗。我哋會彼此相愛，我哋會享受神嘅關係，享受人嘅關係。在教會裏彼此相愛，可以享受教會的生活，享受弟兄姊妹的生活。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是好靚好靚。那個圖畫好靚喎，不過要做的時候有時不好強，因為他對我們牧師是不好強，但是當我們的心啊，我行曬神的路是最好的，我心裏面真係咁相信。所以咧，當我有時對某一個人有啲唔鋸咧，我即係話呢個唔鋸係唔啱嘅，我要處理，我要祝福佢，我要處理個內心，我要奉耶穌名真心祝福佢，全心全意，所有對佢嘅負面思想攞曬出嚟。但好多人就唔肯做呢樣嘢，所以佢覺得神好嚴格，但係神嘅要求其實係好嚴格。當我哋深信嘅時候咧，神啊，你真係好啊！當我哋行你嘅路，我能夠祝福人，行嘅聖潔係最美麗嘅。你相唔相信啊？行嘅聖潔係最美麗。咁你有冇一啲罪係比較難啲處理嘅咧？有啲感覺難啲處理。聽曬神嘅話，有冇覺得難啊？有冇覺得有時神好嚴格啊？要求好高啊？不過你有冇諗過，當你做到嗰時，係咪會好美麗啊？係啊，可唔可以我哋決意奉耶穌名，我決意完全跟從神嘅聖潔得唔得？哈利路亞！當你咁諗嘅時候，你就話。原來神是最好的，我不要對神的聖潔有負面的感覺。很多人批評神就是說他的聖潔和他的公義的要求，希望我們一想到神，我一想到神，神的聖潔是最好的，我要行在神的聖潔之中。下來都有好了，下一樣很多人覺得很難達到神的要求，好力又怎麼辦呢？那又有些經文提到以賽亞書四十章十九節，疲乏的他自能力，軟弱的他不能得救。跟住咧，《帖撒羅尼迦前書》五章十四節，我們又向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，勉勵灰心的人，故作軟弱的人，也要向眾人忍耐。《提摩太書》三章十六節，然而我們到什麼地步，就當照著什麼地步行。好啦，咁呢度咧，嗱睇呢經文咧，可以有不同嘅角度睇，我用另一個角度睇。第一次我們很累，那呢我當然是你啦，你也很累，好無力啊。那神會怎樣？神會怎樣鼓勵你疲乏呢？我給你鼓勵，我有力量給你的，我一定幫你的，即是你用這個角度去看。有時我們看這個經文看到疲乏的有力量，只是用我很客觀的角度去看。但如果我們想到神呢，是很錫我們的，當我們看到你累的時候，他的心是很掛心的，於是他就會走埋，他會安慰你，他會鼓勵你。但有些人呢，在很軟弱的時候，他根本呢，甚至他連祈禱都都不能夠祈禱到，但那時候他會感受到神的鼓勵和安慰，神會將一些現況在心裡面讓他想到神的愛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，當你有時很灰心，我不明白，突然間有個現念說給你聽神的愛，有沒有試過這個？神是很奇妙，他真的好像一個人見到一個小朋友很辛苦，他就走了。當你這樣想的時候，你的心就會安慰我。即當我們想到這個經文包含什麼意思呢？就是說神其實呢，他見到我們軟弱的時候，他的心是掛著我們的，他是疼我們的，他會走過來祝福我們。所以希望大家不覺得神要求高的話，我當我做不到的時候，神一定幫我。雖然神的要求高我，但我做不到，神一定幫我。第二個經文咧，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十四節，就講到我哋要去勉勵灰心嘅人，扶助軟弱嘅人。嗱呢樣嘢，我有另一個角度嘅，一個角度睇，嗱我哋個個應該咁做啊，嗱你去扶助啊，呢個一個角度。但另一個角度咧，一神話，當佢見到一個人好軟弱，佢就同第二啲人講：嗱，你聽啦，呢個人好淒涼啊，你幫佢鼓勵下佢啦。勉勵他，他需要你幫助他，即神會關心我們，於是他就會教導他的兒女，你見到人家軟弱，你過去扶他，
即係話呢個神有個性格，當佢見到人軟弱嘅時候，神係顧住我哋。所以當我哋冇力嘅時候，神會顧住我。即係你為祈禱，你又冇乜能力，神會顧你嘅時候，會幫你嘅。當你有呢個信心嘅時候咧，你就會成日諗到神咧，就會好歡喜。我諗到神就得行嘅，真係嘅，我真係好中意嘅。有幾多困難都好，幾多困難，人哋同我講咩説話，我一轉身我又唔諗佢説話，一啲説話冇乜幫助啊。啊，哈利路亞，耶穌耶穌愛我，咁我就成日鬆曬啦。即係我有咩困難咧，我就諗到耶穌。我希望大家都係，並且我成日諗到耶穌咧，我會用神嘅角度睇嘢，神就睇到我點樣。佢一方面佢鼓勵我，另一方面佢會興起繼續人嘅安慰。你有冇試過，當你一個困難嘅時候，突然間會有人去關心你，有冇試過嘅情況咧？嗱，呢個係神感動人，佢安慰。而家神賜俾我一個家，可以互相鼓勵嘅，所以神係一個好安慰我哋嘅神。好啦，譬如彼書三章十六節咧，講到到咩地步？有時咧就話：哎呀，牧師祈禱咁有信心嘅，我未到啊！呢個經文咧就安慰你啊，你到咩地步就做嗰個地步咯，唔緊要㗎，你未到嗰地步就做翻你嘅地步 ，OK 㗎。嗱，呢個經文即係話俾你聽 ，OK 㗎，你未到。OK 的，你隔離話俾隔離聽，你未到咧 ，OK 的，唔使緊張噶，唔使咁擔心噶。嗱，當你咁睇，我啲幾句經文都好有安慰。有時我哋睇經文咧，只係好似話嗰啲主有你去扶佢咧，就冇諗到神嘅心啊。呢個係神俾我一個教導，叫做翻轉上聖經講到翻，就係諗到神每個經文佢嗰個心意，佢嗰個心意嗰種錫我哋。他會感動人，去安慰人，所以我成日都好有信心，耶穌係錫緊我嘅，耶穌冇睇小我嘅，耶穌一定幫助我嘅。你可唔可以自己第一手喺心裏面，耶穌錫緊我嘅，我真係好幸福嘅，耶穌錫我好多次。感謝呢個人，感謝邊個？你有冇覺得啲喜樂滿堆啊？真係可以喎！好啦。有時話，哎呀，神記住我啲罪同埋執法嘅。同埋有時咧，我哋會係其實我哋記住，成日覺得咧我哋啲罪同我哋執法。嗱，咁我老實話俾你聽，我都有時記得。好耐之前犯啲罪咧，我心裏面咧覺得真係可惜，冇錯。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呢種感覺？點解我會犯呢個罪咧？即係個心裏面有一種自怨自艾，或者話自己真係點解嗰時咁？原諒咧，點解犯咗個罪咧？咁彌迦書七章十九節一齊讀啊！必再原諒我們，將我們的罪孽不再掌下，又將我們一切的罪投於心海。呢度講到咧，神將一切嘅罪不再掌下，投於心海，即係你嘅罪咧去邊度？抌咗佢，好遠好遠抌咗佢，好遠好遠抌咗佢。嗱，你而家攞隻手，我啲罪抌到好遠好遠，好遠好遠，大力啲抌，好遠好遠。可唔可以咁相信啊？好遠好遠，即係用一啲圖畫讓你相信神真係將你罪抌到好遠好遠。聖經亦都有講，東離西有多遠，他叫我的過犯離我的眼有多遠。哇！啲遠到好遠好遠，去到好遠好遠嘅地方。嗱，呢個下面嘅經文就啱啱講咗，即係話如果我心中有啲任何嘅負面感覺，覺得神對我要求高，神咧好嚴格，好難達到神嘅要求。其實我哋相信神喺呢個過程，其實神好睇重我哋，好錫我哋，一定俾力量我哋，一定幫助我哋，佢唔會睇小我哋。呢個信心好緊要，喺聖靈嘅恩膏好緊要。因為有啲人祈禱點解？神啊，嗰個人祈禱好勁，我祈禱真係唔得㗎啦，都係冇乜果效㗎啦。神啊，嗰啲人咁勁，哎呀，我幾時到個標準啦？即係我哋會有時咁樣樣，就令到自己好失望。好擔心，所以個人祈禱可以係一個令到人咧好軟弱嘅一樣。但係咧，你神你會做工，神你做工係你負責任。有果效係你嘅責任，冇果效都係你嘅責任，唔緊要嘅，冇所謂嘅。但我都要咁樣過，我要咁樣處理嘅，因為我領聖靈嘅聚會，我四圍都會領啦。有啲聚會咧真係經歷聖靈好強嘅，有啲聚會咧係好弱嘅。當我好弱嘅時候咧，你估我有咩感覺呢？如果我處理得好咧，我就唔緊要，神我交曬俾你啦。但我都係一個人，都有時都有覺得，即係有啲唔舒服。點樣幫助佢哋咧？即係都會有啲感覺嘅。咁我祈禱求神幫我靈啊，即係呢啲感覺係靈嘅。但係咧，我哋都係人係嘛？
都會有時有啲嘅感覺，咁但我靠耶穌冇有啲感覺，即係有時我哋都會有呢種咁嘅壓力，即係覺得自己做得唔係咁好啊。但我想話俾大家知，你做得唔好唔緊要嘅。當你倚靠耶穌嘅，耶穌我靠曬你噶，耶穌你一定做工嘅，我相信你一定祝福嘅，你一定行神蹟奇事嘅。當你咁相信嘅時候，神做嘅工係好重要，呢個係聖靈恩工好重要嘅一環，就話想像你而家喺呢個感恩集會上面。嗰啲人企喺度，好似想出嚟又唔敢出嚟，咁你走埋同佢叫佢祈禱出嚟祈禱啦，你好似唔好意思，又冇乜信心，你死啦！我哋同佢講過啫，佢好似話我咁唐突啦咁，但係咧你神啊幫助我信心，佢接唔接受緊要嘅，我哋走埋同佢講，你想唔想去接受祈禱啊？想唔想落嚟啊？咁去邀請佢，咁咧並且可能你落到下低咧，上一次咧就係咁嘅。咁主教都叫我哋為佢祈禱嘅，我哋可以為周圍嗰啲人，我哋為佢祈禱啦。咁你有信心，耶穌你喺度，你一定做工嘅，你一定祝福佢嘅。呢一個信心係好緊要、好緊要。即係咁，呢個信心又唔係阿 Q 精神喎。阿 Q 精神即係話，做嘅不過我當佢做，就諗到佢做，信心唔係咁，神係真係好奇妙。我話俾大家知，好多次神的奇事係我好。好多神蹟奇事係我諗都諗唔到嘅。當我記得上一次我去到宣教室，有一個人有癌症，佢話痛咗成個幾月。佢話我一路搭火車嚟，我一路痛嘅時候，根本我唔知道會發生咩事。我唔知道，因為癌症咧，即係實際上係一個好難搞嘅病。但我就去祈禱，佢真係佢話俾我聽。當佢話嗰啲癌嗰啲痛冇咗，佢就話有人黑，即係佢感覺一樣嘢壓住佢啦。咁跟住佢就望一望，睇下邊個朋友嘅姊妹按手喺佢呢度，因為我冇按手喺呢度，我按手佢落頭嘅啫嘛。跟住佢就話睇唔到隻手喎，但喺呢度有兩隻住，好大力，好大力咁喺度拱我，佢就喺度黑色嘅兩，跟住拱到跟住出咗去，跟住咧佢就唔痛咯喎。過成個幾月已經係證明係癌症，但唔痛啦。跟住咧佢咧就充滿喜樂喎，充滿喜樂咧，跟住一路都唔痛，咁咧就。過了個月之後，他用網上跟我聯絡，因為我真的要告訴你，我過幾年都不同，回去醫生，醫生說我已經沒病，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。那我想告訴你，同樣在那時工作的神，同樣要同你一起，神會使用每一個人。耶穌說什麼？信的人必有神跡隨入他們，是個個都有，你們個個都有的，你信不信啊？咁我想問你，有幾多人曾經經歷過神蹟？係你為人祈禱有神蹟嘅點啊？咁人主咧都好多個，但唔係個個啊。咁你想唔想個個都舉手俾你？你去做嘅時候就會有啦。我希望大家有呢個信心，相信耶穌係一個好錫我哋嘅神，世界上冇咁錫我哋嘅人嘅。所以我有時好難相信耶穌咁錫我哋，佢係一位好錫我哋、好接納我哋。我哋做咗幾多錯事，佢都接納我哋。當我一悔改，佢嘅罪完全洗乾淨。你相唔相信啊？相信。好啦，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會有服侍祈禱同埋大家操練嘅。咁咧，我會再講一次，點樣能夠有呢個聖靈嘅恩膏咧？喺我嚟講咧，即係聖經嘅人教我哋嘅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嘅神。其實有其他要點講，而家我唔講住，就講呢、這個重要嘅要點，就係盡心盡性。盡性咧就係整個靈魂啊。咁靈魂包括咩咧？就係靈同埋魂，其實係一體嘅，我相信是一體嘅，即係將來我哋離世嘅時候咧，係靈魂一個靈魂出嚟嘅。咁啊，靈魂出嚟就有兩個功用，一個係靈，一個係魂。魂咧就係包括三條功用，記唔記得？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就係我哋整個思想認同，整個思想認同神嘅教導，整個思想認同咧神嘅説話最啱嘅。意志，我決意跟從神。感情同神建立感情，所有嘅神真係好嘅，神創造嘅水咧係好舒服嘅飲嘅水，即係時時嘅心靈感情，神係好嘅。好啦，你上唔上到水啊？好明好啊，我上到嘅係咪？啊，你要上下先得㗎，雖然你曾經飲過水，你而家能夠上水都唔得，上唔到啊！我哋可以常神主啊！你知唔知？真係啦！成日諗水嘅時候，我係話神啊，水啊水！當神做水嘅時候，係好有智慧，啲水飲落係好舒服嘅。
雖然因為人的污染，所以有些水又不同，但是如果你飲到很靚的水，真的是山上最靚的水，很舒服。神就喜歡愛人，所有神做的喜歡愛人。神做這些葉啊、花草樹木都是很靚的，給我們享受。神是一個很愛我們的神，我希望大家深信神是一個很愛我們的神。一起講，神是一個很愛我們的神，神很喜歡我們的，我與神建立深的感情。我見到什麼我都與神有感情，我覺得神很疼愛我們，我覺得神很疼愛我們。當你有這個信心的時候，你每一次見到神啊，你真的很疼愛我，啊，我真的很喜歡神。這個時候你這樣已經是很接近的。當你能夠很喜歡神，很喜悅神，已經是很接近的。我今天靈的祈禱可以告訴你聽，詩篇103篇第一節，凡在我裡面的都稱頌的聖靈。在我祈禱的時候，在整個靈魂，在我肉體裡面，我靈魂都稱頌，啊，即是不單止我思想意志感情歸有神，哦，我整個靈魂在你，啊，即是整個靈魂都在神。但這件事可能需要時間，在這一陣子呢，我會想解釋一下呢，在經歷聖靈的時候有什麼經歷。簡單來說，有些人都會經歷平安、輕散、身體舒服、心靈輕散、身體舒服，有些人經歷愛，那些人經歷平安。有一樣是比較容易多些人感受到，是移動的身體移動。那有什麼聖經根據呢？就是聖經記載了看見好榮耀耶穌的時候呢，在啟示錄1:17他就跌了地下。掃羅見到耶穌的時候他就跌了地上，士兵他也是跌了地上，舊約的大使領就是見到異象又跌了地上。在歷代志下第5:120的祭司不能站立攻擊當神的榮耀充滿的時候，在神球的同人會跌了地下，沒有球就會搖動了。搖動的時候你放鬆自己投入，並且好喜歡耶穌，感謝天父，整個靈魂好像融入在神。這個大家去做呢，你由現在到感恩節到禱告的時間呢，你可以操練到真的你的禱告的時候，你可以感受到聖靈，因為我會給機會大家互相幫助。但是這一陣我想邀請大家，有沒有兩個人你好想經歷聖靈，你好想，咁我完全係即係一個示範，幫助大家去睇到聖靈嘅運作，並且俾大家睇到聖靈嘅運作係可以。當我哋嘅心一歸向神，聖靈嘅能力一嚟到，我去想訓練大家能夠帶住呢個能力。有冇兩個人想出嚟嘅？阿牧師，你講一啲嘢。係你問一問。頭先你講嗰個嗰個飲用牛奶嘅子，係咪你一路搭車？不是搭車，他是我的聚會，他去搭車去的時候一路痛，但是祈禱是你為他，我為他，即是你在個聚會那裡為他祈禱，那他就搭車去，跟住他就不是搭車去，他搭車完了去個聚會，跟住他就留在個地區，跟住他就回到他自己的鄉下，回鄉下之後他醫生聯絡是沒有，不是，即是那天他見到那個黑色的出了，是當時祈禱的陣，即是在那個聚會裡面，是當我按手的時候，你按手去了，是即是不是兩個在一起，即是你兩個人是一起，我在按手在膊頭，他就覺得這裡有個人在住，即是按手時他就覺得有個人在了。那這個就是什麼呢？是聖靈將你的東西放出，我以為你他就搭車，你就搭車去做到了，然後聖靈將你的東西放出。當時 OK， 但我想示範的原因是有原因的，我想俾大家睇到呢個過程入邊啦，讓大家你都一陣間投入祈禱，按整個人投入，亦都俾大家睇到聖靈嘅運作係可以隨我哋嘅心意，當你整個心靈歸向神，神嘅聖靈可以運作嘅。